吃完饭呢，要从餐厅出门喽。要从餐厅出去了，看，这是餐厅的门口，快点推，要出门了。外面有在下雨吗？应该有。哦，那我只能照一下下，我就照。这是法拉盛的一条街，叫什么街？我也不晓得。这是餐厅，时尚烤鱼餐厅，已经吃完了，出来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？现在要去逛街。现在要去逛街，看这个。这个 building 里面有很多好吃的，还有南翔小笼包，但老实说没有说很好吃。以前来这边买酸奶，但是后来发现一家更好喝的，所以回去另外一间买。这家面包店是连锁的面包店，但它只有吐司好吃啊！一切都是我的。哎，我这样讲一讲会不会被告哈？我的个人意见嘛。好，那我来拍这个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要来拍这个烤串啊。比较开心哦！你看，这个是小方奶茶，这个是华夫炸串，我好喜欢这家的炸串。嗯，然后它有炸串，你等下来买。隔壁是颓废鸭。我厉不厉害？还好。大家羡慕我吗？好。啊？还好吧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好，先这样子就好了。